同时也不断的追求突破和不断的裂变生长。是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颁发的呢是各具特色的精品电视剧的荣誉。那其实说到电视剧呢，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感受是，可能每到一个季节，或者每到一个人的人生阶段，都会有一部电视剧和一群人陪伴着他成长。是各具特色的精品电视剧的荣誉。